Hello，Hello，哎 hello，对不起，刚才发呆了一下，哎，Hello，最近在忙什么？泰国的 family 挺结束之后，就也没有什么事情，就自己练习，自己对，就休息了一下。等等，Come on。谁还在？谁刚刚说为什么不睡？Come on, man！那我走，那我走，我走吗？现在中国时间好像是才9点多吧？为什么说我为什么不睡？啊，想跟你们见面聊聊天都不行，挺崩溃。你不会才10岁吧？10岁的话，你9点睡觉，我理解。我现在都24了，对。最近很多人就在问我说什么瘦了，但哎。我自己也挺痛苦，对，我最近肠胃不太好，对，现在好，现在已经好很多了，肠胃不太好，消化没有好，所以就可能消化不行吧，所以瘦的特别多，现在已经好很多了，对。对，最近开始吃益生菌，对，我吃益生菌。别担心，没有染头发，就是一次头发，最近头发有点乱而已。很小声吗？听不见吗？盖住麦克风。OK，现在好。我这盏灯买了快3年了吧。感觉，对，还习惯就好。哦，对了，我有一个东西想要回应一下，那个我们去那个菲律宾那个 contents，我不是说，我对着镜头说啊，对，这现在有可能是我出道以来最丑的瞬间，最丑的时候吧，但哦。你们说啊、哎，怎么会？但我想说的是，我不知道，我其实我自己看来，其实啊、哎、还可以，哎还可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时候我坐了晚上凌晨坐飞机坐了五六小时吧，然后早上也很早起来，没有睡多久，只睡了2、3个小时，对，那天晚上睡不着。8点钟起来，7点多起来，对，感觉那时候很肿，整个人很晕、很困，所以觉得自己啊，应该现在很不好看。哎，但现在哎，还可以哦。那时候看了还可以啊，我没想到他们把他那段放出来。就是这个事情。有人问我，香港场你去吗？啊，我应该去吧，对，
我是去那，我也是去那表演，对，我应该会去。我的 cover 应该是会在去香港场之前会发出来，对，好期待一下，还有一个月，一个多月时间。啊，对了，因为啊，我不是在泡泡的时候，我有一天晚上突然间问你们说，啊，我想问一个问题，但是又不问了，那是个什么问题呢？你们想知道吗？也其实没有，其实是很无聊的问题，只是突然间说想问，哎呀，突然说算了，没有什么大不了。没有，只是说最近我想问的是，最近因为我瘦，啊，其实瘦很多了。我其实对那个我压力也挺大，因为，哎，我不想再那么瘦。但是对，没办法，身体不舒服，因为瘦了嘛，感觉也瘦到刚出道的样子吧，对，感觉瘦到那时候的感觉。然后我看到有人说，啊，希望他不要再举铁，因为我想问，啊，我现在真的很壮吗？我现在真的很壮吗？壮到你们会接受不了吗？啊，感觉是。就是，我就真的是受到我自己压力也挺大的。然后他说啊，他好壮啊，不要再壮，不要再举铁了，对吧？对，那时候其实想着问这个问题，他说哎算了，对，他有可能只是看到以前的物料而已。很瘦吧，哼，放心，我会好好吃多点。你们就当是重，当我重回青春一下，重返青春一下，对，哼，回到刚出的样子。行了，知道了，说了说了说了。想看贝拉？贝拉睡觉了。贝拉，贝拉过来。贝拉，理一下。贝拉过来，贝拉在这里。Claro. 刚刚吃饭了，刚刚吃饱。他现在非常香，现在是很重狗味的时候，很香，好香的狗味。睡着了，他去喝了。他眼睛比我还大。病了的，喂。这个嘴巴看上去好想咬。他真的是知道我在直播还是怎么样？超安静，平常不给我报那么久。
啊，他他他，啊他他他，走了。不知道多好，那么多人能保护他。啊，对啊，这是我 MC 休息了一个星期，明后天又开始录。高考的朋友们，高考加油！高考加油！最近好久没弹吉他了。吉他稍微也不知道，最近很少碰。我们见面会的时间真的分得太开了。一两场做完之后要隔一个多月，好想快点见到你们。因为其实有点难，就是保持体力吧。但因为每次表演，真正表演的时候 ，fitting 的时候，那时候的体力是每次都是巅峰的时候，对，在表演。表演完之后，哇，超多时间就可以休息。我也不想休息，忙你好，忙你好。祝你们生活好运，加油！我爱你吗？不但爱你，我爱你们，我真的很爱你们。我最近，见到很多人，路人你知道吗？比如说，我去咖啡厅也好啊，什么去，
去路上丢垃圾，说碰到一些路人啊，我都要问他，我其实特别社牛，我就会问他，哎，今天还好吗？我真的，我就直接问他今天还好吗？啊，如果说一下说，祝你今天好运，今天加油。对，这不是，其实还好了，我又不是在大街上乱叫，是不是？我就是，对啊，问候一下别人，这样的话，你一天他一天都会变得非常美好。还好，这个没有多尴尬，真的就是，你比如说那倒垃圾的时候，我说那是有个工作人员在旁边，对，有个啊叔叔或阿姨这样，哦，今天。还好吗？今天累吗？现在问他一下，对，因为他们很开心，他说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啊，说好像聊什么事情，就要好好聊一下，就结束说啊，祝你一天好运，拜拜，这样多好。就是我觉得，啊，我也不知道，我最近突然间就很想做这样的事情。我今天过得怎么样？我今天过得挺精彩，开心。精彩倒不如就平稳充实的一天，对。有时候休息也是充实的，休息也是一个必要的东西，对。只要让自己开心，让你自己放松就好了。如果粉丝变成蟑螂怎么办？这是最近的流行问题吧？好像看到了。如果你们变蟑螂的话，你们知道我们怕蟑螂，对。但我已经很久没碰到，因为我们宿舍很干净的，我们弄得很干净。好久没看到了。如果你们变蟑螂的话，我会把你们抓起来养吧。对。抓起来养，不用写。不是，怎么觉得好恐怖呢？如果我干一些正常的事情的话，那不更恐怖？不更恐怖吗？如果就你养，这不更恐怖吗？怎么养它呢？就会恐怖呢？哎，怎么会？你们变成一个蟑螂，你就说。啊、哦，我是未成年，别杀我，我是未成年。他说 ，OK OK， 哎，这样给你安排个奖。如果你们还说啊，我是未成年，别杀我，就啪一下，那不更恐怖，是不是？啊，那如果真的你们变成蟑螂的话。那，你可以把我，你们都可以多，你们多的都可以把我抬起来走，真的，这样，嘶嘶嘶嘶你抛起来，把我抬起来走一下。谢谢你，好人一生平安啊！谢谢你，我也祝你一生平安，祝你一生好运。对，有时候生活还需要点运气，没错，运气很神奇，有时候努力也没用，需要运气。对，所以，我从现在开始，我多说点祝你好运吧。对，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祝福。大家很那个，很期待我的 cover 到底是什么语种的 cover。对，我也很想给你知道，但是啊，就像我说一样，没有惊喜的人生不精彩。对，你们就期待吧，就还有一个，哎，还有一个月左右吧。你们肯定也。其实是有人猜到，对，有人猜到，肯定有人猜到。我会的语种就那几个，是不是？剧透一个字。好，我剧透一个字，我剧透我那首歌的名字，好吧？我的 cover 的歌的名字是
一个字，一个字。人，对，人类的人。这个歌的其中一个名字是人，是的，对对对，你们答对了，人对，啊，人什么什么什么人这样都有可能对，古人鬼不是古人鬼，古人鬼，孤勇者不是人呐、啊，是真的，我说就是那个字，不是那个一样意思，就是人。嗯，顾然归特别人，可爱的女人不是，爱人错哦不是不是，嗯，数字人生啊，哇，然后呢？黄仁俊，我 cover 黄仁俊。头发真的很乱不平、哦、你吃饭了吗？我刚点宵夜，我很努力在吃饭。对，啊，这边10:30了，一天过好快。没什么事的话，我下播了。龙的传人，不要！你们给我撒个娇的话，那我就不走了。好了好了，不走，再聊一会儿，不走。有人才进来是吗？嗯，好，再聊会儿。最近在忙什么？最近，哇、哦。那下一个 fan meeting 之前就有休息时间，嗯，也录了很多音，对，有很多事情呢，有很多问题你们问我，其实我也不知道，有些人肯定是我知道，我不跟你们剧透，有些人我真的不知道，真的，你看我眼睛，我真的不知道，你相信吗？点的什么宵夜啊？哎呦，我真的忘记了。我刚开直播之前我点的，忘记了。哎，点什么东西？它取消掉了。我用这个软件，它取消，它不会发消息给我，只能登录进去看才能有消息。啊，我没点到饭啊！哎，我好饿。对的，我这。这 app 真的是个 bug， 真的。为什么卡？你知道吗？我刚才跳出去看一下，取消了。我看你的饭都取消了啊！我连想吃什么，我都想了一个小时。哎，这对，这是一个幸福的苦恼，但啊，真的不知道吃什么。我自己一个人不知道吃什么，我已经煎牛排煎了三四天了。
每天晚上的煎牛排，然后点点青菜，这样牛排青菜再吃点面这样自己煮。哦，没有声音，怎么会？现在呢？我好了，对不起，我刚刚说的是我最近已经连续三四天都在煎牛排，自己煎牛排，有点青菜这样，牛排青菜，我都不知道吃什么，我都自己做，现在都吃什么，好难选。是炸鸡，啊，我都要吐了，啊，不行，太腻了，现在就不能吃那么多。螺蛳粉，我昨天才吃螺蛳粉，对，吃寿司 ，OK， 可以啊 ，OK， 还有拉面，啊，我不是啊，我最近拉面也是炸的嘛，所以。不要吃那么多啊！我想想看，刚刚提什么来着？你们那个啊，我点寿司吃一下。OK， 好，哎，好饿。哎，到三十分我下播，我真的好饿。刚刚饭被取消，我不真不骗你，我真的，他真的被取消掉。我不想，我也下播的。啊，你放心，我每一顿都会吃碳水，对，当然有。一顿饭里面有碳水，有肉，还有青菜，这样对，都一定要有无底味。看一下北来下播 ，OK， 他先睡觉了，叫他一下。北来，过来，都快到了，过来，来了，哎呀，这公举啊，来了，拜拜，拜拜，好了，拜拜。祝你们好运，也祝我们好运，拜拜，晚安。听。